学生辩论比赛，经过两天的初赛、复赛，今天上午由政大和师大两队举行决赛，接着举行颁奖典礼。今天决赛的题目是：大专教育应该以培养专才为重，还是以培养通才为重？双方辩驳激烈，师大获得冠军，政大第二名，文化学院第三名，大同工学院第四名。团体奖由辅仁大学毛本勋教授颁发，个人奖由辅仁大学郭训导长颁发。个人奖第一名是杨迪生，第二名谭特夫，第三名樊国珍。